位同学，阮即马开始上课，请大家起立。今日，大家请坐。大家兄弟姊妹平安，辛苦辛苦。队长到今仔日，个下晡还有个有暗时，还有明仔载，真正回顾最学生的时代，真的是不容易。我是高沙族的哈，泰尔族，住在苗栗，整个的生活方面，就是因为在高沙族甲迄个白堆，对细汉囡仔到国中，还是到都市读册的时，伫遐混乱。到底这是原住民的文化，是到底这是台湾人的文化，还是迄个是白堆的文化，还是客家人的文化？我在初中的时候，伫走初中啊，四十几年前，我对山顶安尼行路到苗栗的大湖，大湖那边产草莓哈，草莓很好吃，但是我们那边的人真的不敢吃。到初中底下三年读册的时候。对客家人的文化都不知道，好像说，我们山地人跑到都市，那是四十几年前对华语还是对中文，真正无够讲的不是那么顺利哈，有时候自信心会被打掉，奇怪哦，底下。对老师讨论，讲课课堂里面的时候，有时候就听拢无呢。那我跟几个同学谈的时候，他们也听不懂我讲的，因为底下嘟嘟嘟哒哒嘟嘟嘟哒哒，袂晓讲。因为我对一年到国小一年到六年拢是讲台儿族话，那中文真的很少讲。其实老师讲什么，我们只是在边嘻嘻哈哈，反正就是玩嘛，胜嘛，结果到初中时，迄个观念爱改哦，不能常常玩哦，所以有一天在检查五年前，我的第二个公主哈，我第二个孩子，爸爸是曾经考过数学8分啊，8分你怎么还会跑到都市读书啊？我们8分已经很高了呢，未晓读册，连中文嘛未晓讲。到初中的时啊，讲黑话嘛唔晓讲，哇，就好像受到打击，所以对读册进店。底下大概，对怎么读书就不知道，一直到大概20多岁到30岁这个之间，渐渐长下说，读册遐尼重要，所以那时候我才开始真正进入读书的时代，所以我是后期的人，然后到基督教的神学院，底下读册。熟悉我的感受，那时我们谈恋爱的时候伊的爸母说哈，你甲烦恼底下恋爱啊？明，我一听到烦恼就明，我迄个观念真正40几年前爱改，实际上真困难。今仔日嘛是同款，咱伫中华民国68年的教育。爱迄、那个观念爱改，嘛是困难，对不对？爱改做台湾民政府的法官，还是法律，嘛是真困难。
昨日甲我诶牵手到家己，甲我诶牵手诶大姐，因为她我大姐，她教那个高中的，她退休了，担任迄个中华民国诶教育甲咱诶民政府，伫遐讨论了啊，你法院法律是会通，但是今仔日中华民国。爱盖哇，不，真的不容易呢。这个会给人说啊，这个是天方夜谭哦。所以读册人迄个观念嘛是真恶，爱盖爱调整嘛是真困难。何况我牵手的爸母对烦恼这个观念真正真恶。后来我们结婚以后。生了第一个公子说啊，烦恼囝嘛是可爱高追，所以那个观念真的不容易。所以今天我们来到这个地方，今仔日来参悟台湾民政府，实际上咱的观念，也是咱的过去的看法，嘛是渐渐爱调整，虽然困难。但是嘛是，这个是台湾人的活路，因为中华民国的体制下，在中华民国的体制来对，你要完全改变，实际上不够容易。那更何况今仔日的中华民国，实际上是阿爸。那有的人说，阿爸到什么程度？那今天我们来思考。流亡中华民国的人，从数字上，这个人应该是无虾米，好像什么都没有。实际上啊，中华民国来到台湾，虾米拢无啊。但是透过因的阿爸政权压制殖民咱的台湾人，好像什么都没有。给他去，好像什么都有，所以这个零，我们从数字跟文化还有政治的一些的含义来重新来看中华民国的零。那给他去，什么拢有？这个零也是说，把你不应该成为零的，它可以改变。这个就是今天的中华民国。就像一般的人，咱台湾人四百年来拢是外来政权来统治，但是对阮原住民、对阮高沙族，青年子弟，还是读册人，阮常常嘛是伫遐讨论，是毋是敢那咱的台湾的历史是毋是敢那四百年尔？是安那袂当对阮高沙族五六千年前，还是万年久，迄个历史是安那袂当算，对遐算是安那北对，还是唐山公啊开始来算台湾人的历史？我们自己在讨论，对我们高沙族的历史，实际上。不公平，那这个就是中华民国的厉害嘛？四百年就是四百年了，连中国国民党还是民进党，嘛是对遐，咱的历史是四百年来，但是对我是应该是至少六千年以前到今仔日，那无我的祖先。还是高沙族的祖先在那里好好来帮咱开拓土地，还是北地的土地，我想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争论。不过至少有口传历史，那无文字历史，至少有口传历史，这个口传历史也应该包含
愿咱的北部族的祖先、高山族的祖先开始。不过这个是小插曲了哈，最重要是我们后面看看。救命哦！对不起。好，今仔日，假如说当中有教会的，或是长老教会的会友哈，拄到真困扰的大的问题，就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是主张台独。我以前嘛是主张台独，啊，但是我到民政府安尼了解咱的法源、秘书长来告诉我们真正的法源的时候，对国际法、战争法，还有万国公法以后才了解，原来台湾未当独立，这就是今仔日。咱来家的学习真重要一课，所以在两次，在8月20日甲9月17日，这个两场我嘛参加长老教会的对民政府的说明会，因为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敢若请民进党还是建国党来请来做说明。对咱台湾民政府的看法，但是唔捌来请咱的台湾民政府的秘书长，还是我们当中的重要人物来对谈，所以我参与这个两场。那这个两场拢是建国党的魏瑞民教授来讲对台湾民政府的。看法，那台湾民政府对台湾民政府的看法，哎，休息么？台湾民政府是诈骗集团呢。有一次他这样说，哦，他前面头一句安尼讲了后，这是什么集团？下卡的兄弟姐妹说诈骗集团。啊，第二句嘛是底下谈论咱的秘书长了后。他夸父说：“这里是什么集团？”下开人说：“诈骗集团。”我就马上轰这个魏瑞民说：“你不要逃避问题，你自己讲是不是诈骗集团？”魏瑞民说：“我不讲啊，是下开人讲啊。”这个就是很典型的台湾人受到中华民国的教育。唔敢面对事实，这就是本土台湾人很可惜无采的事。但是不要紧，因为咱参与台湾民政府的行列，所以渐渐咱的观念还是教育的程度会当改，会当调整。所以都说，哎，我们都是。咱有护护照啊 ，passport 啊，会当去什么国家拢会使啊。有一个助理总干事，基督长老教会的助理总干事，我甲因嘛是足熟识，我们都很认识的。我说，你们恁知无 ？passport 是绿色呢 ，passport 绿色是唔是主权独立的国家的 passport 呢？真正 passport 是蓝色甲红色啊，这个我们都没有听过，只有秘书长告诉我们才知道说哦，原来安尼。所以真正 passport 红色还是蓝色，那真正绿色是不是主权独立的国家？戆的台湾人说，这 passport 就是有主权的国家。加有迄个 passport， 我说不要被骗了，你去研究研究了。好，那一段时间，
我们也在讨论，今仔日的台湾人最喜欢酸固哦，抗议游行啊，今仔日的马王，这是这上，这是他们的事情，但是影响即马台湾的社会问题。不过本来就是底下扰乱嘛，这就是中华民国的本质嘛。那今仔日我们来看看，对咱的历史来讲，今仔日中华民国来台湾，原来什么拢无，但是经过强权欺压、扭曲，而且骗到我们台湾的历史的时代，那今仔日什么拢无。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的时候，把中华民国打入冷宫，那甚至赶到台湾。所以本来对台湾人讲是，中华民国阿未来的是拢是自由，但是到因来是对零到一，对一到二，对第二到三，了后什么拢有。你看，无论在整个大观来讲，还有财团或是党属定国营事业，拢是因的。有一个高沙族，本来是准将，已经升到一颗星了，但是最后底下啉酒，然后就被车子撞死了。啊，到目前，高沙族拢无一个车的将军。那上校当然有几个了，但是跟他们谈论，有一个少校啊退伍的高沙族，对屏东来，我底下讨论的是，哈，台湾民政府啊，还早了这样。你们这怎么有能力推翻中华民国？我说我们不是要推翻中华民国，是中美国看他我们台湾人是不是有角色不？那角色了后，我们真的进入到台湾民政府的一个战争法的一个要求。那美国嘛是有要求，71万的身份证。而是4000几个以上的训练，这个机会才会到来。但是今仔日，我们看看今天，我们用这个，在中国国民党的身份，还有架框里面，什么都可以四通八达，好像五体。铁金刚的人生，有名分、钱财，什么都通。台湾不是安尼吗？对不对？只要有名分，透过官说文化，哦，其实马英九更多的官说文化，他在台北市，他在还没当总统之前，嘛是赶快呢，法律不通。好像以为说，哎，都是他们的，但是真正的党产，他不是好讲了好几遍，讲了归哪边，哦，东山爱归零，但是到今仔日，不是跟他归零哦，哦，全世界最富足的东山，会越来越多哈、哦。我去巴西的时候，我们路过。巴拉圭，然后有人说，那个巴拉圭底下就有小台北市，还我没有去过了，我只是听那边的台湾人说，还有金国路呢，中山路呢，拢有啊，这个就是他们预备，是不是因的财产嘛是底下，后摆咱执政的时，这个都要去好好调查。我们后面的政治局也好好调查了。
好，那今仔日虽然有这样的，好像都是他们的份。不过今仔日咱的民政府例外产物，诶，拢是今仔日历史的责任。我们的实际上没有无迄个悲观的权利，我们没有悲观的权利。还好，咱来家是有乐观派的。 大家是不是乐观派？是不是？是不是？哇，不简单的吼！好，多谢。那我用三个三点来思考今仔日的课堂里面，对大清帝国跟日本大帝的契约里面，还有流亡中华民国今仔日的台湾，还是咱台湾民政府存在价值。 这是今仔日来互相来做勉励。刚刚那个路加福音，因为我是牧师，所以我很喜欢用圣经来请您包容哈。路加福音他讲了一句话：“他伸出全能的手臂，驱除狂傲者心中一切的寂寞。” 他把强大狂傲的君王从宝座上推下去，他又抬举卑微的人。这类卑微的人是谦卑、学习、够实践正义、公义的人。所以，今仔日的大清帝国日本契约，他们是大清帝国大皇帝陛下及大日本帝国大皇帝陛下所订定的。 条约对1683年，大清帝国用征服来占领台湾岛，经过了204年来一旦完成台湾性，这个好像开始把台湾拼入到大清帝国的版图，但是。 在马关条约呢，把台湾澎湖永久割让于日本。我也看过中华民国的外交史册，一个最大的一本哈，他们的史记啊，那边真的也有说，把大清帝国把台湾澎湖周边的群岛永久割让给日本。所以今天是。 刚才咱有听过，必须定讲永久割让甲殖民地是无共哦。伫占领战争法里面是无共。永久割让就是咱的身躯，就是整体的身躯，袂当说啊，我的耳孔，遐尼遐尼诶，遐尼小那么小，我把耳孔放伫。 头壳听，还是头好像放在头上，你不能说把放在另外一边呢、啊？无啊，那落后阿边呢？所以本身在什么位置，就是整个那个就是永久割让，就不能割让了，因为固有领土的一个土地，那殖民地是可以割让，那殖民地也可以成为独立的一个方向。 这个就是殖民地甲永久割让的无共款的意义。那实际上，我们看看，可能有看过了哈。昨天台湾东部啊，拢是这个东部拢是狗沙族啊。 所以只有六个垦屯区，所以他们就把说，这个六个垦屯区是宜兰的古马兰，还有淡水、彰化、嘉义、台南、凤山这个六个垦屯区，这个都是管辖的领土。那在法理里面，好像说中国的领土。 实际上，
应该毋是拢总中国万清的领土，因为这个东部高沙族把它当作化外之民。那化外之民说啊，就像牡丹事件的时候，或者是琉球的人进入到，因为拄到洪灾啊，到台湾南部的时候，拄到迄个原住民高沙族，哇，那时候害羞高沙族，害羞，哇，全部开始动用，哇，底下是都是用游击队，那琉球的日本人哇，这个到底是什么人是安喏？结果他们的琉球的人就，因为当中也有汉人，所以保护这个琉球的人。那有的琉球人就逃到别的山区，又被原住民杀掉。那剩下大概几十个而已，本来是66个嘛。那好像假如说我没有记错，好像存下来22个，所以他们就跑到向满清抗议说：“是安怎恁的人，台湾的日本人？”啊，大帝满清大帝说：“啊，这个是不是我们中国人？这是化外之民，是野蛮人，所以把我们高沙族当作野蛮人。”啊，那无怪呢。我到初中读册时，他们跟我说：“烦嘞，烦嘞，野蛮的，野蛮的。”我说：“你们再说，我就杀你！”哇！我跟他们说，我去杀你的时候，哇，大家愣住了，给你洗澡归你捡了。当然，那时候也不能杀，只是一种，气得要命。好，那今天，无论是高沙地区，在1895年之前，实际上迄个台湾性跟隆重佛摩萨无同款，所以。有人讲是台湾甲佛摩萨真正无淡薄略略无同的意义，意义就在这个地方。不管是美丽福尔摩沙美丽岛，但是在日本帝国与升藩之间呢，在宪法上没什么相干，不过在国际法是可以去有讨论的空间。第马关条约第二条 B 的时候。永久割让，那在他们也在争论说，是不是隆重的台湾，隆重的佛摩萨，是不是包括迄个塔加沙国啊？那时候他说 Mountain Country 啊，不过日本来到台湾的是花了10年的作战游击队，本来。美国还是日本对印第安那些对土著人民，干那几年两年都解决掉，是安怎来到台湾的是透过嘛是用十年久浴血战争，万卡苗栗，我们有一个台大民族研究所的博士班，我就问说。已经让了这个大安溪，从台中进入到苗栗那边有个大安溪，哦，有什么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他讲出来说，有三个北势群的三个大头目非常强悍。然后我们就这样考据的时候，他也跟我讲说，这个三个大头目当中的一个是你的祖先，是我的祖先。所以到今仔日，阮台湾基督长老教会能够愿意说能够终止结束中华民国，我的勇气蛮大的。在对牧师来讲是，有很多长老教会牧师唔敢讲啊，那当然这些是不是我由我头目的这个血液基因方面呢，我就不清楚了。不过这个东西。大家看法吼，调整咱的观念，会当看出事实的存在。好，到了这个是当时也在大日本帝国跟那个
满清大帝的时候。不过起码今仔日一般的台湾人无了解迄个日本天皇的制度。那我们今天来思考一下，明治宪法1889年2月11日到1947年5月3日，这个是明治宪法。然后因为战败嘛，哈，和麦克阿瑟战去了，然后把调整从明治宪法而能够改为他们日本的新的宪法。但是这些都可以看到，那明治宪法的内容就是说，日本天皇皇室千秋万世是日本帝国的实质领袖，是日本主权的象征与拥有者。换句话说，天皇代表日本主权，而日本主权以天皇为象征，天皇有权利宣战，啊，这个弄错了哈，即签订条约。那一般的日本人，每当最说啊，我们他也没有权利，无权利来宣战，是一定要等日本天皇，因为他们是二元制的，所以二元制当然开始结束都是日本天皇，搭配的日本的人民无共，所以今仔日为什么秘书长说，起码天皇都闲置掉在空中，还安静。那实际上安静被悬置在中间，是不是后摆都拢无，还是拢无迄个权利？那只是停顿了，等到被叫醒以后，每日重新来调整，从国际法跟战争法来看的时候，他一起来就可以看到，原来日本天皇自己的地。在俄国苏联占领的北方四岛，还有韩国占领的主岛，还有现在 Okinawa， 当然 Okinawa 已经返还日本了，还有今仔日的台湾、琉诶、澎湖及周边的群岛，这拢是日本天皇的所有权。今仔日有人讲是，特别是台独分子。奇怪，咱是台湾人啊，所以台湾人本来就是台湾，就是咱的台湾啊。哦，昨天可能秘书长有问嘛哈，台湾是不是台湾人的台湾？是不是台湾人的台湾？不是，所以很多误会说，哎，台湾人，这个起码台湾就是咱台湾人啊，哎，爱经过选举啊。宣布安尼来推翻国民党啊！我就跟几个牧师说，怎么去选举？不可能，很难的。也在这个天中华民国的体制下，你要真正台湾人真的爱国粹，哇，真的是天方夜谭的事情。那今仔日，所以我们看看。今天的日本天皇这个制度呢，我们重新来思考日本天皇。那这个制度呢，虽然说无实质的，或是无主权，但是今仔日的日本，游玩无论是新的宪法还是旧的宪法，拢是天皇代表国家的主权。这无论是麦克阿瑟他们订的新宪法，或是今仔日的日本的宪法，还是明治宪法，拢是天皇制度。但是欧洲的不同哦，欧洲是他们可以改变，然后就成为君主主权，跟日本这个不同。所以每一个任何的首相都要觐见天皇才算呢，所以他们还是把
这个首相是日本天皇受命的，虽然首相是总理他们用选举的，而要透过首相，那这些都要嘛是日本天皇制度不可或缺的，所以也不能被剥夺。所以今仔日日本的天皇仍然没有改变他们现在订定宪法的最高的国家主权、国家领袖。 不过，日本天皇是不介入日本国家的正式，都交给他委托人民组织成立的政府，这个国家这一些政体的事都交给日本政府，这个会影响到日本天皇、台湾、澎湖、周边群岛的主权。所以，假如我们不清楚这个日本天皇二元制这个制度呢？ 我们会很难调整。起码一般的台湾人去，台湾就是台湾人，也台湾了。那有日本人，那有美国人，哦，那个观念还是说不可能了。台湾就是咱的台湾，是安那美国，是安那日本。所以对历史还是战争法没有去研究，造成这样的误会。我们看。 麦克阿瑟本来是废止日本国歌这个“噶”，这个“噶”是君主，就是奥沙马，日本的天皇。后来，在1999年8月9日呢，日本国会再度恢复这个“噶”天皇，这个“噶”就是君，就是天皇的。 我想我们在座的老前辈应该较清楚，所以他们以国歌内容来看，实际上日本国民所效忠的对象就是日本天皇，所以这个我们要弄清楚，甲中华民国完全无共，所以到了今仔日，最高的权力啊，人民是可以参选众议院、参议院，那首相并不是人民直选，是天皇的一个任命的。那这些二元制就是让我们更清楚说，所以到了旧金山合约的时候，里面的这个日本人民啊，秘书长他有新的翻译。 好，这个是我从秘书长扣出来的。日本人民非国家主权和领土主权拥有的，如果将旧金山合约这一句的 Japanese people 解释为日本人民的话，又承认日本人民享有日本以及领海的完全主权，这个是完全错误、不负责任的翻译。所以，今天必须定重新翻译说。 这个日本人民没有享有这个 sovereignty， 所以 sovereignty 实际上就是真正的主权了哦，跟那个沙文主义无共哦。好，这个麦克阿瑟能够拒绝战争，日本人民嘛，未当拒绝战争，所以这个前面的那个 Japanese people。 那秘书长就重新翻译为，我们看看后面，所以因为日本人民他也没有权利放弃，也没有权利宣战，这个也没有权利拒绝，所以人民他没有办法发动的战争的权利，所以这个一般人民应该翻译为。 日本皇朝啊，应该 Japanese people 翻译成为 Japanese royalty， 这个是正确的解读。那所以今天为什么说台湾独立是不可能？连美国的几任总统，还有鲍威尔在。 我们等一下会看到的日期。鲍威尔前任的美国国务卿，他也讲说，
台湾或者是中华民国没有享有主权独立的国家，所以今仔日为什么美国是拿有公道，还是宣布爱改变台湾的领土的时，这个意味着是战争。所以公道嘛是同款啊，今仔日的中华民国拢是透过台湾本土台湾人真热爱宣布。哦，我们以前的时候参加阿扁的选举哦，安尼好唔好？好啊！哦，安尼台湾人安尼有出头天的一天，安尼好唔好？好啊！哇，欢喜噶，感动噶，那到最后嘛是无法度。这为什么？本来就不能主权独立的国家，台湾唔是主管独立的国家，所以这个弄清楚就知道说。原来有这样的蹊跷，所以今仔日我们看看今仔日的台湾，是因为流亡中华民国68年对教育、军人、政治、经济上拢总拢是底下掌握，给他底下掌管。所以假如没有违背的话，那什么都没有了。所以不管是官说文化也好啊，中华民国在台湾的掌管都是中华民国这样变来变去。有的人说啊，现在台湾有癌症了，所以有的人说啊，来开国事会议，特别是民进党最喜欢说我们来开国事会议，安尼有效无？有效无？哇，是这凶！所以在今年8月10日，只有时报社论一个标题说，国事会议治不了病根。到今仔日，国事会议就好像是外皮的疗效而已，没有办法治根。问题是万恶之源的党产。这个才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但是不要紧，人民政府执政的时候，这个马上改变，好不好？这个没问题，所以这个就是要靠大家一起来建立。那我们看看中华民国，中华职棒，无论还是奥运啦，参加亚运啦。啊，打棒球，我甲迄个高沙族安尼讨论过，因为看出迄个所谓的中华职棒啊，是安那袂当改做台湾职棒，无法度啊，他们就是不要用这个台湾啊，连中华民国宪法内底伫1911年伫中国成立这个中华民国，迄个。没有把台湾澎湖含在内啊，无啊，然后到今仔日，他们也没有办法，不是有？今天我们不是活在中华民国的宪法呢，是征修条文呢。今仔日中华民国下卡的台湾的这一道是征编条文呢，不是中华民国的宪法。这个大家弄清楚，所以今天是说，哎，中华民国，好，我刚刚谈到这个职棒的，高高兴兴，哦，大部分拢是高沙中呢，阿弥是厉害呢，哇，棒棒全雷打，棒投手，棒又跑到日本，又跑到美国，大联盟，哦，不少的高沙中呢，所以我就跟他们说，我们台湾执政的时候，台湾民政府执政的时候。我们来组织更强的高沙族的职棒，安尼好唔好？哇，阿弥斯都很高兴。好啊，怎么开始？对国小开始，国中整个都划编为，反正高沙族很多平地，花莲、台东迄个北地平原哦，拢是予中华民国没收了，都被他们没收了。所以今仔日，阮
高沙族的土地都是保留地，都是保留地呢，保留地呢，所有更难你们来的时候，那所有权什么都没有，到保留地，那保留地的意义是什么？保留地是不是你的啦？哇，讲黑话真暗吹过，真的很可怜呢、啊。所以，只要台湾民政府执政了，这些都会改变。所以，中华民国实际上原文就是 Republic of China in exile government in Taipei， 哈、哦，流亡政权在台北。所以，同样的，不论是 French London， 嘛是同款流亡政权在伦敦 ；Korean 上海嘛是同款，韩国在上海，这是有一段的真正的历史，还有比利时，还有德国在伦敦，也是同样。所以这些都是看了整个的一些的事实被中华民国扭曲、啊、他们用这个名称，哇，中华台北，奇怪、哦、台湾加油，台湾加油，到最后名称是中华台北。连各国家的所谓的领事馆名称都不同呢。日本是什么？文化交流协会呢？学会呢？不是国家，当然不是国家啊。所以这个都是，是不是因为？台湾人喜欢，我在年轻的时候嘛，最喜欢看中国片子。哦，反正就是说啊，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我的。哦，所以给那些万国杀作的，只要超过20年以上的土地，无人底下领这个土地就是你的啦。哎，反正20年以上没有人登记。我代先登记，就是我的，就是这个开始的嘛。所以这个以为说真正的中国很强悍呢、啊，实际习最凶，他们的参谋组长说要落后美国20年。这个秘书长说不是有待续啊，在高级班的时候，他会讲，秘书长会讲待续这个上校呢，他就有一个他的属下说，长官呢、啊、没有落后20年，是落后30年以上的这样。那今天，在1895年5月8日，大清大帝。啊，在周边群岛，虽然说全部都给，永久割让给大日本，到今日嘛是无任何的改变。好、哦，这个是周恩来，当时就也已经跟美国白宫所讲的话。今日中华民国。一般的台湾人，本土台湾人的误解就是，台湾不是中华民国，民进党把改做中华民，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伊的名叫做什么？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听说他们要准备改了呢，又要改中国的名称，不晓得。所以今天是。刚刚所讲的中华民国的宪法，鸟头来对不？澎湖、台湾，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呢，那边说关税领域区，台湾独立关税领域区，是因为想要叫做关税领域区，这东西被占领中，才可以称为这个。关税领域区，那是独立的国家的话，就不必关税区了，直接贸易啊，对不对？你那是中华，还是台湾，还是
别个国家是主权的国家，唔免叫做迄个占一这个关税领域区啊。所以布希前任的总统，美国的总统嘛是同款，台湾甲中华民国唔是国家。2004年10月25日嘛是同款，鲍威尔，台湾中华民国无享有。没有享有迄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这个讲得很清楚。所以我刚刚也提到说，公道是安那公道会意味着战争。你美国甲咱讲，奇怪，恁台湾人是安那遐尼讲，多亡的人到台湾了后，多亡的人甲本土台湾人。合作一个来决定台湾的前途，安尼有合理无？咦，安尼收到？对啊，实际上无合理啊。亲像我做譬如，那我今仔日到恁的岛，我来救命，我袂当生活。哦，你是我的老板，老板讲好啊，亚父，这个土地互你来管理。管理了后50年，还是60年，我管理了后，我会当做甲恁老板会当有迄个权利来决定这个恁家己土地的命运，安尼合理无？多亡的人来做主人，这个是实际上很简单的，实际上不合理啊。那今天我们求事事。属性，这拢是应该来继续来探讨的。所以今仔日中华民国来遮霸凌啦、欺压、扭曲事实。那今仔日的本土台湾人嘛是迄个观念未当改，公道好啊，选举啊，选举有志啊。高沙族是真意爱选举呢。因为有钱啊，一个人2000、5000，高沙族遐尼济无下力呢，他们是靠天吃饭来工作呢，没有一个月有真正固定的下力呢。很多高沙族嘛是伫山顶啊，都吃地瓜啦、叶子，有山猪啦、有飞鼠啦嘛是，伫遐怕啦。也就卖到都市，卖到平地，安尼靠五级呢。然后有的种田事，种水果，好像看起来，哎，恁高沙族原住民嘛是五级啊。我们统计下来，田事也好，种水蜜桃也好，今年本级花了100多万的本钱。但是真的卖出去的水果50万、60万已经掏球了，已经偷笑了。所以不要以为哇真的很有钱，他们就是很辛苦，没到就是继续下去这样做啊，不会安那阿斌说不会安那。所以这个就是今天让台湾人的感受啊。所以有的会混淆，到了一般的台湾人说：“哎，我是台湾人，嘛是中国人。”很多人说：“你的祖先，你的祖籍在哪里？”啊，我是广东来的啊，四川来的啊。所以中华民国很聪明的，就是因为你的祖先从中国那边什么省什么省，所以。咱嘛是拢是中国人，所以一般台湾人说我是台湾人，嘛是中国人，意义就在这个地方。所以真的是很悲哀，不过不要那么悲观了吼，安尼好唔好？卖遐尼悲观。刚刚来到这位小姐是我的看秀哈，我喜欢听他的声音，
所以我就请他来唱一首，然后下一堂也让他唱一首。因为没有听马步菜哈，可能你们当中比他好没有关系，不要紧。准备唱什么？好啊，来。 诶，各位同心吼，大家平安，大家好。啊，我即马吼唱的这首歌，就是以前我嘛是伫高级吼训练的啊，伫遐学的啦吼。诶，歌啊，这条歌就是义勇吼特工队，就是迄个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太平洋战争的时候，咱。 台湾就是日本台湾人，所以被日本征兵嘛，对不？嘿，啊，就去和美国休战嘛，吼，啊，休战的是迄个气势吼，非常的一个宏伟吼，大家就是说非常的荣耀光荣吼，啊，所以这首歌就是台湾军的歌，就是咱台湾人，甚至那个高沙吼都被征召，所以咱怎样吼，你迄个。 东京哈，那个靖国神社有三万九千一百名的哦，这些英灵在那边被纪念、被怀念哈。那其中大概是四分之三以上都是高沙族，好，所以在这类高沙族的中间哈，我们就非常我先生的那个他刚才爸有没有讲哈，就是他的妈妈的前夫，就是在太平洋战争也是去日本战死的哈。那就是。 是那个这个台湾军的歌吼，就是很气魄这样吼啊！我那唱唔对吼啊，包含吼。太平洋の空高く輝く南十字星黒潮を沈む野心の希望 荒南みほゆる赤道南に立てる南の守りは我ら台湾軍元として台湾軍 この井の戦無く安静海南島に何年に弾雨の中を行く山が無双の言うと歌われし聖なる南の 守りは我ら台湾軍、現として台湾軍。歴史は変わる50年、島の沈めと賢くも神去りまし。 大宮の名残を受けて宝来に伊佐を立てし南の守りは我ら台湾軍現として 台湾軍 安尼三段吼，多谢。各位好，安请起立。今日下课休困10分钟。